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向阳。这次的音乐会曲目包括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音乐，由万声乐团来演奏。诗跟歌因为早期还没有文字之前人们就用歌声来表现自己的内心的情感。后来有了文字之后呢，歌被写成诗。所以诗跟歌其实是一对好姐妹好兄弟。像这一次的音乐会当中呢，会演出苏东坡所写的水调歌头。而且在我的印象当中，这首词表现出了人跟人之间非常绵密非常细致的情感。这一次的音乐会里面会演出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民歌民曲。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问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最后呢，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那种感情，那种人跟人之间互相怀念、互相思念的那种柔情，会让你在音乐当中得到更多的感受。这场音乐会为你演奏的歌曲，都是非常知名的诗人、词人，为我们所写的千古传颂的名篇，相信值回票价。欢迎你来，不来太可惜。